咦，猜猜这在哪儿？看见路边有很多这种招牌，这个招牌上面就分别写的有中文跟缅甸的文字。哎，对，这里就是靠近缅甸的口岸了。从这座桥这么穿过去，那边就是姐告口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从这个桥这么过去看一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国门，然后这边是缅甸的国门。出了这个国门之后，这边就进入缅甸了。我感觉我已经踏入缅甸的领土了。Hello， 他们隔一个这个，然后那边就是缅甸。好神奇。那边真的好脏啊，你看我们中国这边，你看这街道这样子的，然后再看一下他们这边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他们缅甸这边停过来的车停到我们中国这边。这街道两边基本上是缅甸人在这边开店的，他们有开宾馆啊、理发啊、饭店啊等等，全都是为自己缅甸那边人过来为这边服务。我现在身后就是中国瑞丽的口岸，然后这边除了就是一些免税店，还有就是一些卖木材的，还有就是珠宝翡翠之类的。